今日要同大家推介係27號銀河娛樂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銀娛咧一直係澳門博彩股嘅龍頭嚟嘅。又嚟到呢啲月頭月尾嘅時間啦，當然係炒翻呢個賭收數據啦。咁睇翻啦，澳門頭兩個月嘅賭收增長咧都可以去到11%嘅。咁唔少大行咧都預計啦，3月個增速會更加加快，去到17%左右嘅水平啊。基於上年個基數比較低啦，咁意味住咧第一季啊，即係1至3月個賭收啦，按年增長都可以去到11%左右啦，按季啊亦都可以升到3至4%啊，去到8個季度嘅高位嚟嘅。咁相信咧行業咧已經去到一個復甦嘅勢頭啊，銀河娛樂咧更加可以受惠到個 VIP 業務復甦嘅影響嘅。咁見到咧今日個股價咧，因為除淨都有一個回調啊，咁建議咧喺現價咧41蚊呢個位置可以進行吸納嘅。咁目標價咧預計就係呢一個可以炒呢個賭收咧，去到43蚊左右，止蝕價咧就去翻2月個支持位啊，啲50天線啊37蚊嘅水平。